她是郭美美。啊？哦。所有人都听说过她的名字，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清楚她的模样。她一度很红，但是红了没多久，她就成为了一个禁忌话题。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登上舞台，但是每一次都是到最后一秒钟的时候，她被制作方从演出名单上划掉。所以今天她来到了我们的舞台，她要告诉大家她的名字。掌声有请郭美美。原来你是那个郭美美，不怕不怕狼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局座听到我们要请的这位嘉宾叫郭美美，局座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我说放出来了，我说放出来了，我说放出来了。